天气冷了，回家要小心，好吗？我们是爵士贸易工作室。对，然后感谢我们的指导单位——云林县政府文化处，还有主办单位——爵士贸易系，还有协办单位——云林联盟，还有二楼音乐工作室。谢谢，谢谢。辛苦的 PA， 还有最辛苦的是台下你们这些观众，谢谢你们。对，那你要宣导一下，如果大家有想对乐器有兴趣的话，不妨可以到爵士贸易工作室询问看看，看各种乐器都可以，还有或者说你可能。
这边斗六，你是住斗六，是住虎尾，虎尾的话可以到我们二楼月公司询问一下，都 OK 的。是的，谢谢。好，谢谢各位观众，谢谢大家。